嗨，大家好，我是 Jeffrey Fu， 我来自 Luxe Group。Selamat datangnya ke Majlis Consumers Choice Award 2021. Welcome to the Consumer Choice Award 2021. 首先，我要感谢 MTBN 颁发这个 Consumer Choice Award 给我们。这个奖项对我们的团队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因为它象征了我们一直以来以客户为尊贵、以诚信为根本的经营理念，肯定了我们在美发领域的付出和努力。Group 是创办于2016年1月1号，我们经历了6年的努力与付出，我们终于扩展为今天前南马区最大的美发集团。我们现在旗下是拥有8间发廊，虽然在这个疫情期下，我们的美发业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但是我们的团队还是不忘初衷，坚持着我们的使命，为每一位顾客创造属于自己的美丽人生。我们还是坚持着把品质为生命的创业精神奉献给我们每一位尊贵的顾客。最后，我要在这里感谢我的太太，在我身边默默地支持我，还有我要感谢我的伙伴，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相信，还有我要感谢我全体员工，当下所有同事，在这个疫情期间，虽然是非常的煎熬，非常的难熬，但是每一个人还是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为公司默默的付出。我觉得 Jeffrey 在这里向我的团队承诺，我一定会带领大家一起创造一个引领时尚创新的第一品牌，为大家一起创造优质生活。谢谢大家，感恩。